梦见世界末日。世界末日的梦是潜意识的活动，潜意识是你关注的画面、声音、精神刺激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脑部活动。那么梦见世界末日代表了什么呢？准备考试的人梦见世界末日，可能预示你的心思被其他事情分散掉了，因此会影响到你考试成绩，所以要注意妥善分配好时间。寻找工作者梦见世界末日，预示着求职场上会遇到一些小挫折，比如会遇到较为挑剔的招聘方。文职工作者梦见世界末日，意味着你最近的工作状态轻松，创意思维活跃，做事样样都比较顺当，也容易获得别人的赞赏。打算出门的人梦见世界末日，说明可如期外出，会平安顺利。创业的人梦见世界末日，代表经营很辛苦，但得到朋友帮助后会顺利得财。